测了，看到没有？它会从蓝色变成绿色，因为它里面有花青素。有没有人知道里边有啥？有什么打在公屏上？花青素这三个字打在公屏上，哇，大家都知道这里边有啥，嗯、真的蓝色了，太牛了。慢慢的，我们会去看它这个颜色。花青素、嗯、这个东西吃了，你选的品特别有心。我知道女孩子吃的特别好。对呀、啊，有没有直播间姐姐有没有就是经常熬夜的？有没有？有的可以打个有。然后有没有这个就是整个人暗的，很暗，脸上可能有皱皱纹纹的，对，很暗的那种啊，整个人很暗的，这么多啊。这么多人有墨红玫瑰，大家可以喝起来。这个真的女孩子，我觉得玫瑰花，墨红玫瑰是花中的爱马仕，它不仅仅是颜值很高，而且它闻起来就是扑鼻的香，喝到嘴里都是满口的花香味。所以的话，姐姐和阿姨们，你看这个玫瑰，这一次千万不要错过、啊。是不是暗暗的变红了？然后，所有的。家人们，就是夏天来了，大家一定要喝一点这个、玫瑰花水。所以这个的话，一般它和普通的玫瑰不一样，因为它是高山上的玫瑰，所以的话这个很稀缺。希望家人们今天姐姐和阿姨们都能够抢到，尤其是你们有那种透明的杯子的，你们可以放这样一朵泡，它你拿出去晚上散步呀，和朋友去打个麻将呀，逛街呀，你放一朵玫瑰花泡在里面，就是颜值又高，而且的话又好喝。吉年为什么他？你们看啊，他皮肤白白嫩嫩的。我现在我总算知道了，家人们啊，吉年他每天都在喝这个玫瑰，他每天都在会泡一杯水哈，在公司里边坐的时候，放在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电脑旁边。来，每一朵都是今年的很新鲜的花，所以的话这样。想要的姐姐和阿姨都在公屏上。墨红玫瑰吃了有什么好处哈、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，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哈、好处特别多，你们去任何地方也可以搜到哈、也可以搜到它的好处。炸一下，这么多人想要，你这个样子，我们不分享100克了，直接说200克吧。200克，那就本来说实话，今年、我这一罐就是买160多了，我这一罐。你这个玫瑰，我跟你说，今天玫瑰的话，你相当于请大家喝了，行不行？请大家喝。嗯，因为玫瑰的话，我们直播间很多姐姐香的不得了，真的好香呀，香呀，真的太香了。你喝一下，你看这个颜色，你看这个颜色变绿色了哈，现在已经是还不是很明显啊，不然到时候黄色了，茶黄色了，你看了没？对，你看这个里面看不出来。这个颜色，反正家人们，这个玫瑰就是花中的，已经相当于是爱马仕了，桂花。所以的话，你们选择这个大玫瑰是很好的，不要去买小玫瑰。小的这种，我们你这个是100克的话是多少钱？哎，这样，周总啊，它这个颜色我知道，今天它平时泡出来也不一样，它不同的温度泡出来是什么颜色？你给大家讲一下。我跟你说，不然他们回去万一泡出来不一样。对，我直播间所有家人，因为我的这个玫瑰花呢。它的温度不同，颜色也不同，还有你的水质不同，颜色也不同，很讲究的。水质是要什么水质？它是蓝色的，就是，我跟你说一个事儿，这边所有家人，你泡过茶的，你茶是什么碱性的，是吧？然后你泡过茶的杯子再去泡这个，它刚开始它是墨绿色的，那种很绿的，那就也不是很绿，就是淡淡的绿色，它的花青素，但是泡的时间。过个两三分钟，如果是纯净水呢，相当于里边如果有碱性的水，哦对，它就是绿色蓝色的。对，如果是矿泉水呢，不是，如果是纯净水，纯净水，对，实际上是这个纯净水就是黄色粉色。对，然后有矿泉水或者碱性水就是绿色和蓝色。对，啊、懂了吗？明白。我一般不分什么颜色，我觉得因为我知道这种玫瑰是大玫瑰，就是。它就是比这种小玫瑰的花青素和精油要丰富，所以我一般就买就大玫瑰泡来喝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这样子直接说100克多少钱嘛？我们100克是卖的160。你少一点，我这儿包。少一点嘛呀，这个我们这么远过来，真的，说实话，妹妹你来了120，可以了吧？干不起嘞。不行不行。嗯。这样。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们，我直接和去年的价格一样，我直接上了啊。好。我直接给家人们上。我们今天就这样吧，200克行不行？200克。试罐了。
我们200克是四罐吗？四罐了，你我说这个一罐是，哦，一罐是什么？一罐我就这个样子，一罐50克了。行，这样我们今天直接200克，让大家喝个整个夏天，直接少一半，来直接少一半啊，六十，来直接60加快递费，直接69，直接上车200克，5 4 3 2 1，你在开玩笑？一，右下角小黄车已上车，不是不是，谢谢邹总大气。我给他们介绍一下，先我先给他们介绍一下，行不行？这个玫瑰墨红玫瑰花，它是花中的爱马仕，颜值是很高的。右下角小黄车已经上车，然后它闻在鼻子上啊，就扑鼻而来的很香，喝上嘴巴就是香香的，它里面有个花香味，喝完之后嘴巴很香。然后直播间有不喜欢喝白开水的姐姐和阿姨，可以买一点这个玫瑰回去喝。每一朵玫瑰都很大，而且都是完整的玫瑰，它比这种普通的小玫瑰啊，我给家人们看一下啊，这种普通的小玫瑰，它的花青素和精油没有我手中这种大玫瑰的花青素和精油多。就说白了，你喝大玫瑰肯定要比小玫瑰要好。市场上现在大家喝的是小玫瑰，所以你们我尽量喝这种小这种大玫瑰啊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这个的话，我给家人们说一下啊，它不是普通的玫瑰，它是高山上的玫瑰，所以的话是很稀缺。这个怎么泡来喝？我给家人们说一下啊。怎么泡来喝呢？你们就放这样一朵，放一朵就可以了，放一朵啊，放一朵就可以了，没有了吗？那我再上一点啊，再上，还上啊？对，再上一波，只上一波了啊，来，3 2 1，没有抢到的姐姐和阿姨，我再上一波，上一波我教大家怎么去喝。每一朵都是今年的花，你用开水泡一朵就可以了，用开水泡一朵，然后用小勺子压个5分钟，用小勺子压个5分钟，有条件的姐姐和阿姨可以放一片柠檬，然后这花里面的花青素和精油会释放的更好，所以泡个3到5分钟之后，你们放个柠檬，喝起来就是酸酸甜甜的。对，这个玫瑰是很不错的，你们在市场上买这样一罐是不是要几十块钱？今天直播间69元，直接给你们发来4罐，直接给你们发4罐，品质是滇制品，你们收到会有滇制品，看到没有？滇制品，所以这个品牌也是在云南里面算是数一数二的。你提到滇制品，做农产品的没有谁不认识滇制品的，他们有可能不认识我，但是认识滇制品，应该大家都很了解这个滇制品啊。然后希望姐姐和阿姨们今天都能够抢到，都喝个够，因为这个就是墨红玫瑰的话，确实大家都是等了很久了，给家人们说一个抱歉，真的让大家久等了，等太久了，希望家人们都能够抢到。然后太便宜了，今天是不是很便宜？直接收到是4罐。所以的话，今天家人们真的就是相当于，周总在人里了，人家都走了2圈了。是的，就是大家都是很熟了的。我只想给2罐的，他直接给我干了4罐。对，4罐啊，来给家人们再看一下啊，直接4罐，收到4罐，你可以送朋友、送亲戚、送领导啊，喜欢的家人们赶紧去拍啊。可以，能够抢多抢几单，可以多抢几单啊，家人们，因为这一次你们没抢到，下次就不知道多久了啊，下一次不知道多久再给大家分享，因为这一次我们专门来了趟云南，下一次不知道多久来了，之前的话都大半年没有分享过，今年大半年没给大家分享过。放在阴凉处就可以了啊，家人们，放在阴凉处可以保存，还是比较久的，可以保存挺久的。对，可以放很久的，放了很久的，它保质期是12个月，我们写的12个月都是特别的干，但是其实说实话，你买这些来吃，你吃个几个月就吃完了。对呀、啊嗯、要不要喝一点？我太烫了，你们这个100度，我待会儿舌头都烫来烫熟了。来来来，我尝一下。哎，对呀、啊，颜色已经变了哈，你们看，现在已经变得是黄黄的。你们这个水烧来有150度了吧？没有，我们这边水温烧不到100度，因为我们海拔特别高，因为这个花它种的海拔
这些都是不一样的。你喝嘛，但是肠子都给你熟了。对，现在已经是粉色的了，泡茶真的有点烫。过一会儿再喝，可以放在这儿啊，过一会儿再喝。来。几月份生产制？人家新鲜的，就是前几天采摘的。我们这一天，你知道云南叫什么？花都，云南，人家说中国的什么植物王国，也叫花都。是的，花都城市啊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品呢，你一定要帮我带，你知道吧？你来了以后，我唯一的一个要求。啊，这个东西我知道，就是确实是很不错的啊。这样啊，魏家们，你们想不想要？我直播间我从来都没有分享过的西洋参，想不想要？对，西洋参，家人们，你说什么？我已经尽力了，快了。这样子啊，大家都公屏上都叫我快一点，快一点，我尽量的快，我已经放我的语速都很快了。西洋参想不想要？我从来没分享过的，因为你们在外面去买，也给我收一下西洋参的价格，可以给他们看一下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西洋参，我今天拿出了我压箱底的东西。这个样子，我知道西洋参我没分享过，但这一次我想分享，因为我觉得肯定会有很多人需要。我的天呀，这个某这些。一搜全是几千、这个、店里啊，人家都是你看全是几千的，在网上卖的都是西洋参，卖的三千多一千多，全是一千多的啊。如果我给家人们分享是批发价，如果你们需要的姐姐和阿姨比较多的话，我就直接批发价给家人们分享出去，因为我也很难得过来嘛。西洋参我之前一直没分享，今天我觉得可以给家人们分享一点。有没有工作就是工作就是压力很大的姐姐和阿姨、有没有？有没有就是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有没有？然后有没有那种就是容易很累的阿姨有没有？我觉得应该很多吧，因为现在这个当今社会，大家就是也是为了就是工作呀，就有的时候会顾不上自己，对不对？对。有没有一点小事儿就冒那种小火苗就发了的那种啊？发了的那种小火苗，这么多呀！天哪，家人们就上火了。哇，我给家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说一下啊，吃个饭有没有汗淋淋的、汗水淋淋淋的、各种的那种？这么多有呀！我给家人们说，西洋参这个东西非常适合，你们都可以拿，一定要拿下，真的一定要拿下。西洋参大家应该都并不陌生吧，我没有卖过西洋参，也没有分享过，今天我一定要给家人分享，第一次、啊、这是第一次，希望大家就是都要能够都可以尝一下啊、对，可以尝一下，因为今天也是次机会来到了这个云南，然后的话让大家尝一下什么是好的西洋参，你们外边是可能见不了这么好的，周总那你就把你最好的拿出来，说实话这是我压箱底的、特别好的压箱底的呀，对、这个东西我也说西洋参市面上看到的它是去头去尾，有些东西治过的，什么叫治过你知道吧，这个是没治过，你闻它的、那个、我的天这么大，对呀、这么大一个，哇，这个算是很大了，有没有懂货的哈，懂货的知道西洋参的，看到没有，它可以拿去切片啊，这个西洋参和这个西洋参是天差地别，对对对对对，你看 很明显啊，这个是什么，这个你猜多少克的，多少克，十克以上的一根，我跟你说西洋参怎么去区别、尤其是这种西洋参啊，它的这个个头对不对，对，头西洋参的个头越大说明这个森林它就是很长的，对，品质也算是特别好的，所以买西洋参就要买这种个头的，这种你看像很细的那种啊，你看这个金莲，你看这个纹路，你再拿一个，就是因为我在镜头里面他们可能看不到，对，看不到的是吧，对，对，所以的话这种西洋参你们买的话真的就是要买这种，你看这个区别，你哪一种西洋参个头越大，这种个头越大很胖，
胖胖的，头大大的，这种就比较好。纹路，你看这个纹路，这个纹路，这个呢纹路很明。这个纹路 一根一根的哈。对呀、啊，很明。你看这个呢，天天都在吃，纹路越密的越好，但纹路很密的。这个东西你今天是压箱底的啊？对，你看整颗，你随便拿，随便拿出来这里的所有的都是这种胖胖的、粗粗的。胖胖的像猪儿虫一样的啊，像猪这个比喻太好了，像猪儿虫一样的这种就比较好。如果这种像牙签一样的这种的话，就不要去买。然后大家都需要，对不对？很多姐姐和阿姨都需要，西洋参是个好东西。这样今天需要的打个备注，我们直接给给周总看一下有多少人需要，行不行？因为现在直播间17万人，马上18万人了，直播间。哇，这么多人！西洋参我从来都没有分享过，一次都没有分享过，今天算是第一次。这么多人，看到没有？你应该认识"需要"两个字吧？认识。那这个样子啊，你都看见了这么多人打需要，那这个东西你怎么都要给我今天搞个批发了？批发价这样。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很贵重。你知道这一袋我给某连锁店是多少钱一斤？然后他卖的某连锁店，我不好说。大品牌吗？四大品牌。四大品牌啊？对，我织布类的四大品牌。对，知道吧？有的品牌你们都知道，我不好说。我给他们的价格580一袋，就这么一袋。这样。580。行，好的，了解了。那我给家人们说一下啊，刚刚我说的那群姐姐和阿姨一定要喝一点西洋参，就是打的有的那些姐姐和阿姨啊，我给家人们说一下这个西洋参怎么去吃。这个西洋参你每天用量只能吃3到6克，不能超了。可以怎么吃呢？可以含服，直接早上吃早餐的时候放在舌头下面，可以含个2片，细嚼慢咽。第二，可以泡水来喝，你们给它切成小片小片的，放个3克，用开水焖个5分钟，一天把它当茶水饮用。第三，煲汤来吃，煲汤你们一只老母鸡直接放个10克的西洋参，炖个1个小时就可以吃了。尤其是啊，这个地方暗暗的，那些姐姐和阿姨加10克龙眼，直接拿来煮来喝也是很不错的啊。然后随时这儿啊，像这个就是转圈圈一样的那种啊，姐姐和阿姨们，你们就可以加10克枸杞拿来泡来喝。怎么去切片？市场上你们可以，市场上那种菜市场，你们花个3块钱，他们就可以给你切片的。只要是菜市场都有可以切片的啊。然后我给家人们说一下啊，这种西洋参就比较好，因为它个头比较大，说明了什么？品质很好，而且它的就是竹林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好的西洋参它切片出来，它是菊花纹理，这种它切开片之后你看到里面是菊花纹理的这种西洋参就比较好。然后的话我给家人们说一下啊，这样今天哎哇，直接搬开了，你直接搬一个给他们看一下。哎，你还是你看周总实在啊，周总看到没有，纹理都有菊花纹啊。我给他们看一下啊，我再搬一搬没事儿。哇，来，我害怕给你搬来。哦呦，你看到没，看到没有，家人们，有很多西洋参里面都是空心的，而且搬了以后弹出来一个粉，哎呀，有西洋参该有的独特的味道，独特的味道。对，你闻一下这个，这个好奇怪的味道啊。嗯，它的生长年限没有这个浓，没这个浓，没达到，对，味道没这个浓，对，就是相当于它没有西洋参的味道，因为它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小朋友一样，就是这样的。对，不成熟的小朋友，这个就是成熟的小朋友这样子啊。你一般市场是多少？我们刚刚是一袋是500多。这样吧，批发，行不行？可以。这样，今天280可以不？280。因为今天我是说实话，我是想通过你的平台把我这个品做个品宣，知道吧？这样子，我知道。他们说有没有切片的？
切片的，就是我觉得就不能给家人们切片。他们如果说实话啊，我们大家真诚一点，我不给大家切片。为啥？你知道我是拿什么给你切的呀？